头顶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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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那个像天上伸出来一些柱子，往天上伸出来一些柱子，往天上，往天上伸出来一些柱子，看到往天上伸出来一些柱子，一些柱子，这个柱子，这是新发现，这是新发现，伸出来一些柱子，向天上伸出来一些柱子，这个是以前没见过的，新发现，好像从那个地球里边，从下面往上伸出来的，伸出来的，伸出来的。好像是这个是我看的纽约州的那个检察官，张乐祥，还有那个法官恩格伦呐，好像现在要他们要把他送到天上的柱子上面去啊，送到柱子上面去，让他那个。让他们在这个非常非常高的柱子上下不来啊，因为他们不切实际啊，不切实际啊，不切实际的在破坏这个社会啊，不切实际啊，针对川普用这么高的金额罚款金额之类的不切实际的在破坏这个社会啊，所以临界啊，就是柱子的按照他们的。住出来的情况啊，制作了非常非常高的那个柱子啊，把他们吊在上面，这个就是，狮子大开口啊，狮子大开口，狮子大开口，他们用这么高的金额的话，那么在临界就制造了对应高度的一根柱子啊，然后把他们吊在上面啊，吊在上面，他自己，就这个基本上是绞刑架的意思啊，自己。临界按照他们自己做出了那个罚款金额破坏社会的程度做出了绞刑架做出了这个绞刑架做出了这个绞刑架一个就把那个张乐祥和恩格伦就吊在了这个绞刑架上这个绞刑架的高度就是他们自己设定的根据他们的罪行来设定的绞刑架绞刑架。这种啊，在以前在临界好像没见过现在才见过有这样的，这样的惩罚把他们按照他们自己设定的那个高度挂在那个绞刑架上他们在临界上了绞刑架上了绞刑架好，知道了，知道了，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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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